在现场的人交换声线，你没有要去看啊？翔宇有看公演吗？还是只是换声线？涂天云 ，Hello， 王思涵 ，Hello， 可可 ，Hello， 雷海，猪仔，查库拉，樱花在学中文，嗨，明天公演要加油，没问题，要来看吗？要不要来看我们公演？是不是来不及了？哎，所以现在来的，现在来的是。你们都没有去那个萨库拉的公演吗？Hello， 吴玉凯，嗨，李天天，嗨，小白兔。吴玉凯 ，Hello， 午安，午安。思源，午安。Hello， Ben， 午安。浩浩，浩浩 ，Hello。嗨，午安，午安。黑道霸王。罗月芳哥，嗨，午安，中午好。明天会冷，要记得多穿衣服。有，今天就很冷了。我昨天超级冷的。我昨天晚上去台北就是练习嘛，然后很晚才回去。那个时候超级冷的，我的手还整个冻伤。我这边，我昨天这边整片是红的，整片红掉，超级痛，很痛哎。然后洗澡的时候超痛。整块，现在我后来擦很多乳液，擦很厚的乳液就比较好。他也没有想。昨晚我昨晚这边整片是红的，一粒一粒一粒的这种，超痛。这也会让他们疼。嗨 ，Jack， 午安，谢谢思源的比心。Hello， 晨晨他，嗨，雨萍，我鼻子好痒。嗨，余瑞文，中午吃三重好吃甜不辣，甜不辣，我还蛮喜欢吃甜不辣的。戴手套嘛，我不习惯戴手套，我觉得手套，我每次戴手套我都觉得痒痒的。谢谢三七堂的文手礼，你们会不会这样？我从小就是，我只要戴手套，我就会觉得一直就是很奇怪的感觉。一直痒痒的感觉，那个手会一直刺刺痒痒，刺刺痒痒，超不舒服的。我超不习惯戴手套。哎，卢卡来了，哈喽，卢卡加油，卢卡加油，卢卡前座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嗨，加速早安，哈喽，修泽早安。哦，捕梦网，谢谢 Jack 捕梦网。哎，我记得以前也有一个捕梦网，对不对？它版本是不是不一样？这次的感觉就漂亮，这次捕梦网好高级的感觉。我穿毛衣里面穿短袖，手臂会痒痒的。对对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就是那个手套也是会刺刺痒痒的。你干嘛爆料路卡会出现？这不大家都知道的事吗？都看那么多场了，我刚刚吃的便当吃了之后超不舒服，真的假的？是不是太油啊？哇，怎么办？加油加油，加油加油！子萱今天也很素哎，没办法啊，我们昨天弄到超级晚呢，我昨天搭末班车回家，回到家都凌晨了，有够晚的，累死了啊、哦！然后昨天超级晚睡，昨天三点多才睡，好累哦。明天要小心，好，明天我先看一下那个便当油不油，太油就吃点饭就好这样子。
昨天真的超晚。对啊，卢卡也很累，卢卡超辛苦的耶。卢卡跟我们一样很晚结束，就是那个二期都是，就是跟我们一样很晚结束，但是就是又要早上又要去，对，辛苦辛苦，卢卡辛苦了。Hello 勇哥，谢谢星期六的孩子去走秀的分享。便当陷阱，对啊，便当好恐怖，便当要慎选便当。Hello 卡丘午安，明天上来北部真的要保暖，没有新竹就够冷了，新竹风很大，走在外面，哇，我都感觉我要冻在外面，超冷的。其实我觉得新竹比较冷哎，我每次从台北回来，然后一到新竹站就，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，怎么那么冷？新竹特冷哎，超级冷，真的是每次一到新竹站都快冷死。在台北还没那么冷，然后一到新竹就，哦，我要冷死，快冷死了。现在看直播的都在家里吗？啊，我知道翔玉在现场要等交换声线，其他人呢？应该在家吧？没事，应该回出去吧。新竹可能体感温度更低，对，真的，新竹风太大了。新竹，我这一下车，新竹一阵风过来，我要冷死。其实风很大，而且是整个会被吹走的那种，那个很那种超冰超刺的风直接打在脸上，哦，真的是寒风彻骨，好冷啊！啊，真的很冷，新竹真的很冷，苗栗也蛮冷的，苗栗风也蛮大的，其实，就我昨天也有去苗栗啊，就啊，哦，风好大，风也蛮大的。但是我觉得再怎么风再怎么大都比不过新竹的风，新竹的风特大，真的是冷的要死。新竹有名的就是风，对，风真的很大。我在路边帮我哥看车，哈，为什么要在路边看车？你这也太冷了吧，在外面吹风是不是？不过台北风好像不大，对，我感觉我每次去台北好像都没那么冷耶，就是我在新竹明明冷得快不行了，但是台北就比较还好，比较可以接受的那种。昨天很多人跑到阳明山看雪，昨天有下雪啊，好酷啊，下雪，我没有看过真正的雪，我没有摸过真正的雪，其实我也蛮想要，就是体验一下真正的雪长怎样，没有看过。晚上上班无法去，晚上上班好辛苦啦。对新竹印象就是一阵又一阵风很大，对。以前还有林姐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林姐现在不在新竹。在车上哦，车上还好。卢卡拜拜，加油！加油，卢卡加油！我稍后再去找你，好哟。下次见，加油加油！啊，真是辛苦他了，山上超冷，对，山上很冷。是的，然后我昨天卸完妆，突然觉得我鼻子痛痛的，这边今天就长一颗痘痘了，啊，还很小的，就是有一点浮起来的那种痘痘，好痛哦，好痛，
今天长一颗痘痘，雪很好吃，真的假的、啊？认真吗？有一年台北也下雪了、啊，我不知道啊，什么时候？我不知道，我在上课吧，我过敏了，没有没有，长痘痘，昨天还没事，然后卸完妆就发现痛痛，然后今天就红红的，但是还很小、啊，就是痛痛的而已，还没有真的长出，好痛啊！如果痘痘变大的话，你们明天可能就会看到我鼻子红红的，很脏，不要吃。2016年，2016我几岁啊？我在干嘛？我是几年级？2016，2021大四吧，2020大三，2019。2018，2017高三，2016高二，嗯，没有啊，我说2016年我是高几，我是几年级？2016高二，高二上学啊，上学肯定上学。他们说2016年有一天台北有下雪，应该上雪，不然我要去，不然我当然要去看呐、啊，怎么不看？昨天有下雪，阳明山，晚上吧。高二了，肯定是上学了。雨过天晴 ，Hello， 午安。那一年新店也有下，真的假的？啊，我都没看到。谢谢雨过天晴的 kiss 九九。新竹有下过雪吗？是不是没有？新竹有下过吗？我也想看。我都只有那个，我都只有玩过人工雪，假的，还有滑人工雪，我都滑假的雪，玩假的雪，全都是假的。以前荷花山上还有滑雪场，真的假的？滑雪场也太酷了吧！滑雪场。鹅欢山，啊，现在怎么没了？因为不下了，是不是？现在不下雪了。今天也很冷。对啊，今天也很冷，你们也要多穿点。下礼拜还有一波，哈，真假？哈哈，四五十年前。这我怎么会知道？太久以前了吧？哎，对了，我，前天不是说，不是我前天不是说，就是有味，就是味道很香吗？那个，我前天不是说妈妈在弄卤味，然后味道很香，肚子很饿吗？然后后来我直播完去看，我发现那个味道不是妈妈的卤味。那个味道是妈妈在热那个鼎泰丰的那叫什么、啊、笋香蹄膀的味道，超香的。结果我误会了，根本不是妈妈的，怎么可能？我想说怎么可能，她怎么可能都那么香？果真不是她，是外面买的。哦，那个真的好香。鼎泰丰的蹄膀、欸、超香的，那个很香。Hello， 阿塔夫，午安。森森堂没有很老是吗？森森堂，你不是二十几吗？所以你还是有吃到。
啊，我就吃那个，我就吃蹄膀，好吃好吃。结果不是妈妈的卤味，误会他。鼎泰丰的芝麻包好吃，芝麻，我会带美美去，你回来陪美美。芝麻好像没吃过耶，芝麻包好像没吃过。芝麻包没吃过，但我吃过了。它包子类的我好像几乎没吃过耶。但是我吃他的粽子，我吃过他的粽子，他粽子很好吃，还有八宝饭也很好吃，还有小笼包，小笼包一定好吃吗？蒸饺也好吃，炒饭也好吃，那些抄手也很好吃啊，他的馄饨好好吃，哎、欸，有吃的吗？有炒，帮我炒一点，我好饿、哦。芝麻包下次可以试试看，湖州粽超好吃，里面一块肥肉啊，肥肉我不吃，我都吃它的那个糯米的部分，很好吃哦。可是我不喜欢肥肉，我都会把肥肉挑出来。Hello， 青云，早安。Hello， 塔瓦哥。你们有没有去试试看？那个啊，鼎泰丰的红油抄手配炒饭吃、欸，超好吃的呀！那真的是必点组合，我每次都点那个组合，我每次都一定要那一个组合我才能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鼎泰丰最我鼎泰丰，嗯，我只要去鼎泰丰，我一定至少会点三样，一个炒饭，一个红油抄手，一个小笼包。这边这三个一定要点的，然后我每次美美踩上去的时候，不要穿鞋踩上去了，都你的鞋印哎、欸，真的是。那个超好吃，就是我都一定会把，我都一定会把红油抄手的全部的酱，整个酱都倒到那个。都倒到炒饭里面拌着吃，超好吃的哎！它那个酱配炒饭超级好吃的，那个红油抄手辣酱。哎、欸，小菜我也都点小菜，我也会点小菜。我每次去也就是至少点一盘小菜，就那个有海带丝、那个豆干丝那个嘛，那个超好吃的，那个我也每次都会点。啊，我们都点三盘，就一人一盘呢。假设我跟妈妈跟弟弟去，我们就点三盘小菜。一人一盘小菜，超好吃，他的小菜很好吃，我很喜欢。他的小菜真的赞，好吃。鼎泰丰的红油抄手不怎么辣，哦，的确啦，他就是，嗯，他好像不怎么辣哈。鼎泰丰的红油抄手，他是不怎么辣的，但他很好吃，他那个就是味道很香，这样，那个酱我蛮喜欢的，咸咸香香的。的确是不太辣，如果可以辣一点，好像比较好。有一种蓝面比较辣一点，蓝面。好啊，我下次试试看。红油蓝面是不是？吃过吗？你吃过，好吃吗？很辣吗？一样的酱。一样的酱。是哦，妈妈说。妈妈说她吃过，她觉得，她觉得味道差不多。哎呦，妹妹，他就叫燃面。好，我去看看，下次看一下。
鼎泰丰就是福州粽，他是放火腿没有吧？我记得他是放肉。蓝面，我知道那个，我知道有一家的红油蓝面超级辣的，我觉得超辣的，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叫那个猪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猪什么什么记，你们知道那个吗？你们知道这家吗？我觉得他的红油蓝面超辣的，他的红油抄手也好辣。也蛮好吃的，但是我觉得还是鼎泰丰最好吃。鼎泰丰好像厉害的地方就是没有雷，真的，它什么都好吃。馅饼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对，就那家猪什么馅饼，对。那家的红油燃面超辣，辣死我了，啊、哦，好辣，会麻的那种，整个是麻掉的那种，我觉得很辣、欸。我每次都要叫他把辣油分开装，然后我自己倒一些下去沾，不然全部下去的话超辣的，我吃不下去，太辣。我觉得好辣，他的红油抄手也超辣的，就是他那个红油很辣。你们吃过那家吗？你吃过那家吗？没吃过那家的红油拉面。那家我觉得很辣，那家真的蛮辣的。Hello 雷库啊，午安。都是卷饼。牛肉卷饼吗？我觉得牛肉卷饼蛮好吃的，但是其他我就没吃过。他的卷饼我就只吃过他牛肉卷饼。啊，你有吃他的馅饼吗？馅饼我没有吃过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只有冬季才吃辣。对啊，没有我一年四季我都吃辣。你要不要出去买午餐呢、啊？不用啊，我拿日式炒面给你吃。好吧。Hello， 猫咪。我们家会自己做那么美。那买干嘛？啊、我已经好想打喷嚏哦。因为要不要的哦，要不要的。一直想打喷嚏，打不出来。你觉得这种美吗？馅饼还蛮 juicy 的，真的、哦、多汁，真的多汁是不是？后面的下面是椅子啊？不是不是，妹妹。妹妹。后面的相片，妹妹你耶，爱心，爱心相框里的，妹妹你的照片，妹妹，这是妹妹，还没吃，对啊，我还没吃，好饿。好累啊、哦！啊、哦，好酷哦！太漂亮了吧？你怎么做的？穿不下。漂亮啊！有一些坏掉的。哇！好可爱哦！还有我还要做别的衣服哎、欸。他们自己做的衣服哎、欸，好可爱，厉害厉害，蛮厉害。妹妹在忙吗？我要考她。哎、欸，有人要考你。哎、欸，弟弟嘞？啊，那个窗帘没关好，他也太慢了。考什么？他已经30分钟。好热。考什么？考什么？等等，还要练习吗？没有，等等没有。
暖气会不会太强了？不会啊，我好热。哎，还是没关好。那午餐想吃什么？妈妈炒的日式炒面。我蒸一蒸，你等下拿来吃。我不要蒸的。我要冲的。你要去？你要干嘛？带弟弟去考试。叫爸爸来吃。叫爸爸啦。不行啊，爸爸带。弟弟会考不好。这样子。他不管谁都会考不好吧？他哪时候考好过？不行，这样子啦。哎，上庭采购了，哇、哦！恭喜，好，你快去考试吧，你加油加油，快去考试吧。还有呢，你的娃娃嘞？娃娃在。哎，你要去多久啊？爸爸在啊。爸爸在。对啊，爸爸就要回来了。啊，你刚刚不是说你要在？我在啊。我在是在，一个是车部的在。爸爸等一下会在，是那个在哪里的在？不是啊，你让爸爸在啊。我在，我待会在弟弟去。你让爸爸，你让爸爸在弟弟去，你在家，可以吗？真是。爸爸会在。不一样。会在家，我会在，我会在弟弟。不一样。爸爸是在弟弟，你在家。爸爸是在弟弟，你在家。行啦，这样子考不好。考不好，他谁在都考不好，好不好？对呀、啊，有手查。那你跟弟弟说，如果你在的话，他最好给我考过。我跟你讲，他没考过，你下次就不要载他。不行啊，我要利用爸爸的时间，他在考试的时候。不行，你偷吃东西，没有这样、啊。你对啊，你不是你送过去，你就快点回来，你就买东西。我就不能偷吃东西。你就买食物回来吃，然后叫爸爸去接他。叫爸爸去接他、啊。哎呦，叫爸爸去了。你叫爸爸去接他了。你的娃娃呢？这里。娃娃那个。不行了，来不及了。爸爸在哪？爸爸回来了不是吗？爸爸不是回来了。让我吃个午餐嘛。啊、哦，你考完了是不是？刚考完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现在准备要出门了。祝你好运。祝你好运。姐姐，哎、欸，妹妹，过来。要回答问题了。有题目给你，考你的哦。妹妹，我们准备了。来，你叫妈妈买好吃的回来，这样我就接手。如果妈妈没有，如果妈妈自己偷吃，我好像太大声了，被爸爸听到了。你的角落生物跑进来。小可爱，起来、啊，好重。会不会把他听到我身上没有偷吃啊？糟糕！对啊，我刚讲好大声了。偷吃哎、欸！哦，妈妈，我刚讲好大声啊！我好怕妈妈会偷吃啊。没有，可以。确定可以偷吃哎、欸？会不会被爸爸听到？没有，爸爸不知道的话就可以偷偷买东西吃。真的假的？反正就可以。你每次都把这样，你在那边骗，在那边装嘞，装乖嘞哈。你每次都马上爸爸不在的时候，在那边就叫我们买东西给你吃。我们大家都是啊。也是。大家都是啊。你叫妈妈吃，要带回来给我们，不然我就不让她出去。妈妈如果不带回来给我们，就不要让她出去。好。哎，快点，我问你啊，那边。欸、姐姐从一楼到三楼要一分钟，三楼到五楼因为脚酸要花两分钟，这什么题目啊？你确定这是这题目吗？走到九楼要多久？一楼爬到三楼，一二三，一楼爬到三楼要一分钟，然后三楼到五楼要两分钟。啊？怎么突然变两分钟了？因为脚酸了。真的有这种题目？每爬两层就要加一分钟，每爬两层就要加一分钟。是这样吗？可是我脚酸，我也不会爬那么久。走到九楼要几分钟？脚酸可以换手爬。八分钟啊。八分钟。对啊，八分钟。还七分钟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走到九楼，没说八分钟。还七分钟。我走到九楼，不用那么久吧？我走到九楼，我真的走到九楼的话，应该。
五分钟吧，慢慢走，五分钟。用跑的应该两分钟吧。哎呦，吵架日常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感情很好。根本爬不到，因为五楼就放弃。哎、欸，答案是姐姐才不会爬到九楼。哎、欸，我会的，好不好？哪有，你根本不会。我会。不会。我也在算啊，蠢哦。哦，算什么？在算几？连美美不知道在算的吗？算什么、啊？算什么、啊？算我要爬几分钟、啊。好，去搭电梯。电梯。大电梯可能会，小可爱，一分钟吧。哦，地震了。哦。哎。还什么？你的二 B 铅笔。二 B 铅笔什么？你的铅笔借我。好啊。干嘛嘞？出去的。还没呢。出去客厅了，出去啦，出去客厅啦。妹妹会出现，哎、欸，他们说你们跑，你会跑进来，你要吗？对，啊，我镜头移过来一点，好，你可以坐了。妹妹，你不要出来。说出来。你不可以跑出来，你这个样子不可以跑出来。干嘛啦？我听好了。我帮我带。你用炒的吗？对，我用炒的。我要吃。妹妹也可以一起吃。哎、欸，阿妈。你要做衣服。你送完就回来啊。你送来，你送完就买好吃的回来，大家一起吃嘛。什么东西？我都请，然后让妈妈晚一点来，我要在路上买东西。我跟你讲，是爸爸去接你。是啊。嗯。妈妈，爸爸来这边吃掉。哼，你哪来的钱？哪有这样的？你干嘛偷了妈妈钱？没有啊。你这个穷光蛋哪来的钱？什么东西啊？有一些啊。哈，拜托，你的所有，哎、欸，你每次一拿到钱，然后就拿去抽奖，还干嘛干嘛，然后买周边什么的，一下就买光光，你哪来的钱呢？你的零用钱全部都拿来买那些动漫的东西，打对，然后漫画啊，小说买一堆。我有理由。拜托，对啊，他钱都花在他老婆身上啊，哪来那么多钱？笑死。我有理由漫展的钱。哼，哦，所以你要拿你要去漫展的钱去偷买东西吃哦？不是吧？怎么可能？你那天妈妈拿、哦。出门之后会给妈妈拿回来。对，你这很过分哎！自己去大吃大喝，然后还要跟妈妈要钱，你这个人真的是。什么？好、啊，我哪有？哎、欸，我很多东西我都自己付的。哎、欸，拜托你们昨天吃的蛋挞是我买的、欸，是我自己帮你们买的、欸，不要污蔑我，可恶的家伙！很多你吃的很多东西都是我自己买回来的，好不好？才跟你不一样。弟弟钱都拿去买了，对、啊。转一圈，转一圈。哎，我要吃。转一圈就进来了。哎、欸，给我，我要吃。我先去。哎、欸，你吃过了不是吗？没烧焦哎、欸。你吃的少烧焦了是不是？对啊。哎、欸，妈妈你在干嘛？好好笑。妈妈吃还烧，妈妈炒给你的烧焦。哎、欸，我拜托，我一次炒那个、欸，我一次炒超大一锅，我都没烧焦。我一次炒超大一锅都没烧焦，然后你才炒一点点你就烧焦。哎、欸，爸爸在家，爸爸都回来了。爸爸在家，我在弟弟。OK， 不用、啊、那个在啊，那个不是一样的在。啊，干嘛你在啊？我二 P 铅笔只找到一支、啊。我是幸运之神。少来了啦，你都烧焦哪里幸运？我二 P 铅笔。幸运到烧焦啊！那太幸运了。可是爸爸都换好衣服了。是啊。我要穿衣你还没开始换，把它都换好了，比较快。没关系、啊。Hello，Steven， 喂。啊，整理好存钱了吗？
是，我也跟弟弟一样，都花在老婆身上。是哟。我会甩锅吗？哪种甩锅？哎、欸，我会用平底锅那个抛蛋起来。我会。啊，我先的。我先试的，我也要吃。哎、欸，会掉哦，你那个盘子拿过来。但是我也有，那时候是我先尝试的。喂你。好、啊，来喂你。哦哦哦。好。哎呦，拿走啦。我手很长的，嗯。那我放这里。不要。你吃过了，你要吃，你不能吃太多。好吃。嗯。这些烧焦是妈妈吃的。真的。所以没吃啊？就吃几口吧。哦，好吧。哦，等你。麦块。小霞没事的，小霞很安全，好啊。妹妹，你不是要出门了吗？要啊，我先帮你装好。我等下自己装就好了。确定。其实这个面，其实这个面还蛮适合的。妹妹，这面是我买的，我去买一个，就是你没发现吗？发现我这次买的细，我这次是用细的面，其实还不错哈，细的面。可以给我吗？不可以。可以。跟你一样，谢谢幻影单身小浪花，要回去考试了，加油，祝你好运，你可以的。考试加油啊！你就算了吧，你姐姐也要去考试了。你不要三分钟内，你不要三分钟就跑出来就好，至少写个一个小时，不要三分钟就跑出来了。写久一点，好好写呀。那么简单的题目，你还能都不会，你就惨了你。要吧，你要顺便买啊。很难呢。很简单的，英检初级耶，初级耶，初级是幼稚园程度哎。别跑太快。你先检查。拜拜。红诊三跟那个第十课写完了。弟弟自学要考试哦？没有啦，那是另外报名的。对，另外报名的英检会掉，会掉，妹妹会掉。那不会掉。不要啦，你盘子给我就好。再看一集。拜拜。哎呦，你不用啦，我自己喂嘛，干嘛一定要喂我啦？等下掉了。所以我要吃啊。我吃，你吃啊！啊，你不吃肉吗？你不用喂我。你不吃肉啊？我本来要吃嘛。我特地喂你的哦。我刚看到妈，其实这才还有焦一点。嗯哦。我比较爱面。是哦。我没很爱肉。难怪你要喂我。A for apple.
那也掉了。掉了。弟弟会 Apple Apple 吗？弟弟会不会 Apple Apple？ 给我张卫生纸，谢谢。那弟弟应该可以过吧？哎、欸，妹妹，不要丢回去哦。他们说会 Apple Apple 就过了。初级要那么简单？初级本来就很简单啊，拜托，你初级没过你就好笑。Apple。初级妹妹都可以过了。Apple Apple。笑。Apple Apple。初级就是 Apple， 就是国小一二年级的程度、啊。好简单。要考听力吗？要考听力吗，弟弟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应该要吧。听跟读是第一阶段嘛，然后如果第一阶段过了，才会考那个口说跟写作。我记得是这样，我记得是听读第一阶段，然后写作，写跟说是第二阶段。弟弟日文比英文好吗？他什么都不会啊，他日文也不怎么会啊，都只会在那边乱讲，他根本也不会。弟弟只有中文好，啊，中文也没多好嘞。哦，那每次教妹妹，你知道我很爆料，每次弟弟教妹妹写作业，那字他字还会忘记怎么写，还会忘记国字怎么写。姐姐，你听我说，那个早上。我写哦，我忘记帮忙的帮怎么写，可是竟然写成别的字。我写对了、啊。只是那个下面最下面有写错、欸。哪有哥哥好几次他好几次忘记怎么写，他每次教妹妹作业教一教，这个字怎么写，他都忘记字怎么写。弟弟已经惨到。连那种简单的国字都会忘记要怎么写，还跑来问我，这个字怎么写？这样子，超扯！哎呦，都忘记字怎么写，真的是，弟弟，好惨，弟弟呀、啊，中文英文不好，英文不好也就算了，中文不好，中文也不好，真的是，日文也不好，日文不好，地理也不好，他没有，你也知道地理啊？地理。我不知道，他没有好的。喝水也不好。哥哥没有好的。这里面尝试也不好。尝试个头啦你。我也是小辣椒不好。连辣椒不切开嘞，连那个辣椒辣的是他的辣椒籽呢，不知道。连我也是小。嗯。都不会耶。你会啊。我喝水。那你会什么？你会什么？你会写功课？你至少还会写功课，哥哥你功课没写。我会写国语。不是，因为他随时都会考好。还有一滴英文，我只知道 butterfly 一些东西。butterfly 哪一种？哦，厉害啊，厉害！是飞。该带的带了没？对 ，fly 飞，奶油在飞，蝴蝶，会飞的奶油的就是蝴蝶，butterfly。应该是身份证要带吗 ，make。所以考这就是我传给你。我也会啊，我只会 make。你把它截图，没有网络怎么办？这什么东西啊？生生堂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故意在考我要怎么念？什么啊？哦。打到我脸了啦，好痛！我在挥自己的。哎呀，打到我脸了！我拿了！哎呦！逼呀！哈哈哈！哈哈！B two。B two 的笔跟 B two 的。B two。这个是。哈哈哈！哈哈！B two 不是。什么？你刚刚不是正好在？那你的姓名拼音你拼的怎么上去啊？我随便拼的。啊！我叫弟弟，就是用来形容姐姐的。我一看到我脸绿了。这是我
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 ？A to B to。对，你看。A to B。A to B。不要再看了。什么？妹妹，你不懂，那个。哎，我。哇，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。哎，不要打我了。只有这一支是可以用的，这些都没有。嗯，不要打我。二 B 有啊，我这边有啊。有了，我很多支了，这个还是四支了，第四支了。那你们面子要带我啊。拜拜。嗯。拜拜。身份证给你。耶、yeah.。关坡了。那怎么你说拜拜？我跟妈妈说拜拜。哦。哈哈哈哈我以为关坡嘞。没有啦。好吃吗？正面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嗯。他没有吃。姐姐有吃啊。慢慢的移到姐姐那边。没有口罩，妹妹不要再吃了。没有啊，你有吃吗？我有啊，我有吃啊。还蛮多的。还蛮多的。对啊。妹妹不要再吃。你不要这样子啊！姐姐吃还蛮多的。不到一点，哎，不要偷喝我的茶。一模一样。妹妹真的是每次都偷拿我的东西。没有，没有偷拿，正大光明的在我面前拿我的东西，臭妹妹。我每次桌上的东西都要被他翻过一遍。我在找，有什么东西？他每天都要来我的桌上冒险一下，探险一下，寻宝一下，看到什么好东西可以用。哪有冒险？你桌上就是书桌啊。啊，寻宝，寻宝。你每天都要来我的书桌寻宝一下，看到什么好东西，对不对？香水。然后玩一玩我的戒指啊，拿一拿我的香水啊，玩一玩我的化妆品啊，对不对？臭小鬼。放一下你的桌子啊。每次都被弄得超级乱的，我每一次只要回来看到我桌子很乱，我就知道妹妹来过，暴风雨来过。暴风雨。哦、每次看到我桌子超乱了，我就知道啊，妹妹又来翻了，妹妹又来寻宝。这有一次不是我。这就是所谓的妹妹过境。妹妹过境就会变得很恐怖。妹妹过境，桌子就会超乱的。每次我都在那边收整理，都被你弄乱七八糟。而且食物还会被吃光光。啊，对啊，我放在我桌上的饼干或巧克力。有时候可能放一两天回来就哎、欸、怎么不见了，我不知道进到哪只老鼠的肚子里了。在笑吗？哎、欸、对嘛，真的是不知道进到什么老鼠的肚子里了，是不是叫妹妹鼠？进到妹妹鼠的肚子里了。臭老鼠。你也是，你是大老鼠，你走开。才够。哎呦！不要拿了。好、哦、痛啊！你谁叫你用手肘攻击的？你呀、啊。哎、欸、我。就是你。你呀、啊。长大也会跟姐姐一样偷走别人的心，有那么厉害吗？还我啦！用手肘打还是乱偷？没有啦，我哎。我宝，你去拿别的。哎、欸，走这里。妹妹有偷化妆吗？当然有啊，有啊。妹妹当然有偷化妆啊，她最爱偷化妆。走这边回来。Hello， 阿翔，午安。你从那边走啊。你的发圈跑哪了？你的发圈掉了。哪里？就是这样。捡起来啊。哎，等一下，差点弄到面。我家狗也会来我房间寻宝，哈哈。我家妹妹狗也会来我的桌上寻宝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也会跑到我房间寻宝，对不对？妹妹旺旺，我有时候会跑到你房间吧，我是说哥哥的，因为我房间没什么东西啊。每次妹妹跑我房间，我就书桌有东西，太多漫画，我妹妹怕她过期，是吗？拿
说你吃掉我的巧克力是因为怕他过期吗？怎么可能？不是，想吃。他说想吃。他说不是，他想吃。啊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多细心还怕过期嘞？Hello， 田中豆粒王，午安。弟弟有偷化妆比较厉害。弟弟有偷化妆。未来有。我没有，我现在还没有。现在还没。弟弟说他未来可能会偷化妆。哎呦。未来。啊，以后可能会偷化妆。哥哥要偷化妆哎、欸！天哪，哥哥。为什么这口的好刺哦？他帮你减肥。我觉得妹妹比我需要减肥。Hello， 阿贵早午安，一点了。好，谢谢提醒。不要打到面。为什么不把它去就好？哎、啊，妹妹要读书是不是？妹妹快期末考对不对？对。妹妹你要期末考了耶，加油！你是去睡觉了吧？考试？那个哪算什么考试？完全没有准备的考试不叫考试。有，我昨天读很快。昨天读很晚，我看你在混吧你。才不是。啊、哦！一直赶我上去，不知道想干嘛。你这看，你睡到几点了？我赶你的理由都还不够吗？昨天晚上，拜拜。昨天晚上弟弟一直赶我上去洗澡，不知道干嘛，一直赶我上去洗澡，一直说你快上去啦，这样子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你干嘛一直催我？裸考也是考啊，也是啊，也对也对。哎，对了对了，我上礼拜不是有说星期五要发考卷吗？结果他不是没发吗？然后哎，他昨天。我以为他昨天也不发，我以为他都不发了。结果他昨天准备要下课的时候，在准备要下课的前两分钟，11:58的时候吧，突然间说：“哎，我来发个考卷吧。”我就啊，终于要发考卷了哦！我还以为他不发嘞，我真的以为他不发了。我还很紧张，想说怎么办？那这样子，我就没办法算一下成绩的，因为我要算，我看我期末要考多少。结果还好，他昨天下课前两分钟发了。然后你知道我考几分吗？你可以，你猜，你们猜我考几分？九十八。不要猜太高，那不可能。76。不是，差不多，快要接近，但还不是。75。然后往上加。77。再往上加。78。再往上。79。再往上。80。我考80分呢、欸，还不错吧？56也太低了，你这个乱猜。我从75开始加。对啊，妹妹还比较好，从71几开始猜。我考80哎、欸，还不错哦。92是另外一科，我另外一科考92。那科我以为我就大概60-70左右哎，没想到我考了80哎，还蛮开心的，考到80分的，这样子我期末就比较期末应该就是简单就轻松考一考应该就没问题，应该会考，就是考个六七十应该就 OK 了，六八十哦，六八十的 range 有点大。差距有点大，猜体重我也没有56，好不好哟？我体重也没有56，好吗？47。嗯，那太轻了，那个太轻了。48。哎，不要猜了，走开。45。48。不是啊，没有那么轻了。49。我没那么瘦。50。我不要跟你讲。能这么开心的讨论分数，看来是54，还不错，还行。54，我不告诉你。好像是哎，接近喽。哦。哎呀，你很烦哎，臭美。56。不知道，没那么重啊，我要烦哎。哦。没那么重啊，你们。53。哎，我不要告诉你。
我只能说不是五六。五六以上还五六以下？五六以下，但是也没有瘦到四十斤。哦，没有啊，我就不告诉你啊，反正五十、哦，反正五十以上，五六以下，你自己猜。哦，我才不告诉你呢。好像是是吗？是这样吗？我是。不知道哦，你猜呀、啊。我上次明就有跟你讲，你又忘记了。对啊，我忘了。五八。没有错。挺五十，可是我的身形看起来没有挺五十啊。基本你刚好是五十。是吗？不知道。嗯。我身高太高了啦。五三。我身高那么高，五十以上很正常。你五三会不会太轻啊？五四。好了，你去吃你的面，不然给我吃。再多说。你不吃，我吃掉。我再多说。啊，面牌没了。跟我换，给你。哎呀！臭妹妹。好吃。你看。嗯。两个一起抱。女人的体重跟年龄是秘密，对。五十四。我念排名了。五十四。第七名思源，谢谢。第六名郭天晴，谢谢。第五名幻影战士，谢谢。第四名朱莉恩，谢谢。第三名祥宇，谢谢。第二名 Jack， 谢谢。第一名陈正堂，谢谢耶。谢谢。又忘记。山顶看我，好的。山顶，一阵如果五十以下就真的太瘦了。对啊，我五十以上很正常。哎呦，五十几，五十八，好像是。怎么可能？五十六。反正我的 BMI 比你低了，就是我的平均比你瘦，我是比你瘦的。就是如果身高跟体重这样算的话，我是比你瘦的，看比例。我比你瘦，妹妹。明天加油耶、yeah, 对，明天加油，拜拜。妹妹真的很有求知欲，她真的很爱猜耶、欸。我就说我没有告诉他，然后他一直猜，真的是无聊的小家伙，哼。妹妹，五二，你要不要吃啊？你不吃我吃掉了。五二，不是的，哎呀，好，不告诉你了，拜拜。五三，拜拜。